这个三角梅的枝条也被吹下来了，你来看，上次牵引的时候还在这个地方，现在都长到了这里了，很高很高，长得很快。现在再给它牵引一下。OK， 这一盆微月，这一串的这个花朵已经是开败了，现在就把它给剪掉。漂亮，漂亮。